道多可怜？你知道他现在刚刚那个哈，刚刚这个巨星嘛，对不对？对对，哎，邵氏。 你知道香港邵氏风光的时候，他现在哈就是说被卷一空之后，他这样贫病交加哈，瘦的跟骷髅头一样。你看看，你看，给你看，变成哪里？变哪里？完全哇，变哪里？判若两人。你看我刚可怜不？连后来哈，他们演艺工会啊，香港演艺工会还有什么刘德华，因为就很有善心。刘德华一到养老院去的时候，看到他，刘德华就哭到一个不行。 说我的师兄，我这个这么最敬爱的前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没有办法，话也讲不清楚，也没有钱，也没有人照顾他。那妻儿更不可能让他们再来，他就命都没有了。好唏嘘哦，很可怜的。演艺圈哦，有很多过去很风光无限，但是后来不懂理财哦，结果也这个晚年很凄凉的故事。对，这个哦才发生没多久，就是他的这个故事被报道出来。 那其实这位当年的这个台语哦，是一线小生，跟明月的年代是蛮相近的，差不多，可能比他稍微再早，很帅，一直都是像亚兰德伦，而且他年轻的时候正好是台湾是属于那种台语剧挂帅，台语电影挂帅，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一路的这样顺风哦，跟什么林月云啊什么，他们那些都演过很多的连续剧、电影，大概有100多部。那红的时候哦，真的是。 每天你在电视上都看到他，电影都看到他，又帅又会赚钱，那可能就说也可能跟明月有点一样，就是在那个年代啊，他们可能就是出来的太早，赚钱太快，啊，每天忙拍戏也没有守住，也没有存住，当然就说每天拍戏忙啊，然后享受这名利的时候，大概就也结婚嘛，有生孩子，可是大概就是。 朋友太多了，钱啊就是这边来那边去，就是没有存下来，也没有做很好的规划跟理财。直到就说后来慢慢是年纪大了之后，哎，也没有台语剧可以演了，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他没有再这样直接这样，就是说比较把自己再升等上去，就是说接比较更好更多的戏。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哎，他好像就不见了，这个小生也不见了，也没看到什么作品。到后来有看到就说零零星星的，哎，演这个某个这个某台的哈，他演那种什么师兄啊什么这样。 演了一些，可是演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奇怪哦，他怎么好像常常台词有时候比较少，要不然就是说好像觉得在戏里面的感觉有点恍神的。后来才知道说，他常常演的时候就是台词都记不住了。原来他已经有轻度的失智，可是他为了要因为他要生活嘛，所以就是说。 那师兄师姐们就好意就介绍他很多工作去做，可是他们说，常拍戏拍一拍哈，人就不见了，会就是时间都记错了，录影时间没有来，所以那个剧人家也不敢写太多。可是有时候看他很可怜啊，可是他来的时候，其实观众也都认得他，也喜欢看他，就是说哎会想起以前那种就演导演小生这样，可是他戏这样不行，就前面后面都对不起来嘛，台词又记不住，所以戏就越来越少。后来真的就说一个大导演啊，觉得他。 哎呀，可惜不拍戏，可惜就找他来演那种，真的都是偶像的爸爸这样。那里面大概只有两句台词，可是观众看起来也觉得蛮有感觉。可是大家想说为什么台词那么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记不住。但是在那之后，后来就有一天啊，就说突然就是霸王寒流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警察哦，在我们那个大同区那边就看到有一个就是街友，然后底下摸欠口，你知道不？不知道是怎样是。 被人家扒掉，还是说自己出来这样，就一个失智老人，全身都没有证件什么之类的。后来找，他手上戴了一个手环，那手环上面有写那个安养院的名称，打去安养院，他有编号嘛，打去安养院一查，他说啊，这个人哈，再去招不 OK 啊啦，一查他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一线小生，这个当年这个红小生。 原来他就因为失智，然后跟家人就是没有在一起，家人等于是有点算是遗弃他这样，所以被送到安养院。是当年遗弃他还是什么？他的婚姻状况？他的婚姻状况其实不好，就是说结婚有一个孩子，可是后来离婚了，就是婚姻没有保住。那这个小孩女儿跟他有在一起住了一阵子之后，就说后来有一天哦，她说女儿带了男朋友回来家里，然后就说爸爸、啊，那个过一阵子我们就会结婚了之类的。 然后第二天，女儿跟那个她的男朋友就不见了，不见之后几年之后就通通都不见了。然后我们这个一线小生有到处去找，他那天晚上出走哈，就是说从那安养院出走，就是被锤找不见。哦，他觉得说他心心念念要找他女儿，他觉得很多话要跟他女儿讲，他跟他女儿说对不起，爸爸没有当年不是不要你们，爸爸不是这样没有守住钱，没有什么，因为他有糖尿病。然后又有什么血压啊什么之类，所以他就是身体状况很糟。是，那小孩不在身边，又没有人照顾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钱也没有留下来了。你没有钱，小妹该去社会好，但是就是说小孩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对他是一个很大伤害。他是说女儿跟他讲说，我们过阵子会结婚之后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到处每天。后来媒体来围着跟他做采访的时候，他有哭，一直哭说，女儿，我希望你看到这个访问，你回来，我希望你回来哈。因为他不是被失智被找回来嘛，他就对着媒体这样讲。可是马西波邓艾就说，我觉得他女儿大概也是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跟他爸爸中间的这个所谓的战争了，就是最后选择放弃他这样。那女儿回不来，他当然就是雪上加霜，那个病情啊各方面的更糟。后来又多次的出走，因为后来问安养中心的人，他说他大概已经这样出走，就是有时候正有访客来就跟着访客这样走掉。出走了10多次，就是已经算中度失智，那身体状况又不好，又失智，又没有家人。其实他光是住在那个安养院哈，他的那个缴那个费用，通通都是师兄师姐筹起来给他的，哦，缴不起，他没有钱的嘛。社会救济金一个月大概是几千块，那但你要住安养中心一个月至少要2、3万。所以他当年的那些钱，通通没有留下来，根本也没有账，也没有，都是都没有顺手借人家什么什么的，对，或者是说我不晓得他有什么习惯或什么之类，不知道，反正就是都没有留下来。然后他们就后来他就在有一天晚上啊，他吃过午餐到晚餐的时间。他就在睡梦中就走了，就走掉了。走掉之后，他们去翻开他的房间，你知道吗？他剩下什么？只剩下3件衣服，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你想，当年的1线小生这么帅，身后竟然就是说身后凄凉，就像他这样。那这个女儿也再也没有回来看他，也没有送他。后来他的这个丧礼哦，还是这个杨贵妹啊，他们因为他有基金会嘛，他们帮他这样张罗，还有纪宝如他们帮他张罗，才送他最后一程。所以真的是很唏嘘的一个状况，好可怜哦。这个是谁？这个是少林36坊，哎，邵氏的大明星哦，对，叫做刘家辉，好，很熟悉的面孔吧，对不对？后来哦，多红啊！他拍了一辈子的戏哦，几百部戏，连那个好莱坞的追杀比尔，对对对，他有去演，他第1集、第2集都有演哎，当然赚很多钱呢，好，赚了非常多的钱，而且他结了2次婚哦，第1次离婚之后呢，哦，就是说后来娶了一个东南亚的太太，第2婚，那2婚的时候他觉得说，哎，这个老婆小孩哈，就常常都不跟他住在一起，都住在国外，因为海外就是异国婚姻嘛，哦，可是呢回来的时候就是小孩跟老婆来的时候就是要钱哦，就是一直搜刮他的财务，然后他讲说，哎，我这么忙着拍戏也是给你们享福，也是对，就给他们给他们。后来他觉得说，他的蚂蚁雄兵就是他的妻小，对，一直搬一直搬。后来会讲。后来哈，他大概8年前他突然中风了，因为太老了，年纪大中风了。中风之后就不能工作，不能拍戏嘛。他就想说，哎，那我这个钱这样一直被搬啊，不是办法。他们呢，大概1年会来搬个3、4次，哎，分季节来搬钱这样。分季节。对，每一季都来搬。然后他就又是好先生啊，然后他们来。就是人丁旺盛这样子嘛，就真的是部队来这样搬钱。后来他想说，哎，那怎么办？就是跟他姐姐商量，姐姐说，哎呦，你都中风了，又没有人照顾，这样子我们搬去那个养老院住，那他们来也找不到你了，是不是好方法？哦，对，然后就没有告知家人状况，这样搬去养老院一住啊，哈，哎，真的他们找不到他，哎，短期内找不到了哈。后来当然又被找到，好，那他住在养老院就觉得哎还不错啊，那就请了一个助理。因为他中风嘛，行动不方便，就把钱呐，还有存折啊，还有种种的，就交给助理保管。哦，因为助理有时候要去帮他银行缴什么这个。是。结果呢，你知道吗？养老院住不到3个月，有一天早上起来，哎，那也没有人帮我这个换各种东西，没有人换啊。助理呢？助理绕跑了，所有的钱、存折什么什么，通通不见了。助理不见了。嗯。助理把他搜刮，哎。剩下唯一最后一点点钱，连助理家人搜刮就算，助理只一个外人把他掏空了，而且这个助理跟了他10多年了，哦，露出真面目，一夜在马路10多年呢，对呀，所以就是说家人背叛算了，那但是助理从那么小把他带到大，这么信任他，钱也都叫他管，薪水也给他，最后我这么苦的时候，哎呦，就跑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你知道多可怜？你知道他现在刚刚这个巨星嘛，对不对？对，哎，邵氏，你知道香港邵氏啊，风光的时候，他现在哈就是说被卷一空之后，他这样贫病交加哈，瘦的跟骷髅头一样。你看，给你看，变成哪里？变成哪里？完全哇，变成哪里？判若两人。你看我够可怜不？连后来哈，他们演艺工会啊，香港演艺工会还有什么刘德华，因为就很有善心。刘德华一到养老院去的时候，看到他，刘德华就哭到一个不行，说我的师兄，我这个这么最敬爱的前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没有办法，话也讲不清楚，也没有钱，也没有人照顾他。 那妻儿更不可能让他们再来，他就命都没有了，好唏嘘哦，很可怜的，真的就是养老金哈，一点都不剩，被家人、被亲人、被最相信的助理搜刮一空。后来他们就说没有办法，他怎么办？什么钱都没有，你也不能工作，因为他中风嘛。就说那透过司法程序找警察，追了大半年，追到助理了，哦，找到了，哎，找到之后怎么办？还钱来啊？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助理说不然我存折都还给你。 存折里面哦，00000啦，都没啊啦，开掉去啊啦，没有钱了，我花光了，那怎么办？你把我杀了算了，没有，我就花光了，啊，我就缺钱啊，就摆烂啊，所以抓到他没有用啊，他已经没有钱了，所以现在这个刘家辉哦，还是一样，就是靠接济，靠工会接济，靠一些朋友这样接济，然后就是一样越来越消瘦，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钱都被骗光了，真的很惨很惨。你说这个连身边的家人，你的老婆孩子，对，其实演艺圈助理啊，在身边是这个一辈子这种就亲的跟家人一样，太多了。你说这么都像这么亲的人都不能信任，那还能信任谁？我们问一下马太群律师，您说这个东西可以信托给银行啊？我可以相信银行吗？银行当然可以。 因为，但是华人社会里面习惯掌控，他很习惯掌控，因为华人社会就没有那种信托的概念。对他没有那信托，他认为第一个我规章呵呵，我为什么被开钱，就把人搞到关机？信托要花钱。好，我既然请一个助理，或者我们拿个 GAMSECO， 你就帮我助理全部打点，全部都会给你包啦。所以华人社会里面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他不认为这个不是个专业，人都是讲管钱不叫专业，助理都是说我们一辈子哈，对不对？师祖最相信你，等我你把我好好照顾完了，最后剩下我会给你的啊，对不对？对，所以他的没想到助理比你急啊，有没有？是不是？他连学费或者是那个管理费，我们叫做支出给专业人士的费用都不肯，是，所以呢就会绕到后来是，要被人家骗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一次就卷走，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可是大家就会问说，信托的管理费会不会很贵啊？其实哈，你如果说要贵，就跟我们买保险一样。你说我们今天去买保险，没有出意外，那这个钱可不可以拿回来？嗯，我们一般意外险，那其实我们通常来讲的话，信托你要看你信托的程度，大概一年呐，按照你信托的那个金额，大概0.000%。哦，0.000%而已，还好。那你还可以跟他谈。 因为我认为你的重点是，如果你是为自己信托，你把一笔钱放在银行里边，说我每年你要给我领多少，那在你自己没有去签字之前，银行就按照这个程序走，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约。是，所以呢，助理能够拿多少钱，好，把你身边都弄完了，我还有一笔信托的钱放在银行，他也不可能借着你的名义去把它解掉。哦，就是信托的话，然后银行信托可以每月拨给照顾你的这个人，就比如说你可以设定，你可以设定要给谁都可以。哦，纵使被拐走、被骗走，也不会是故意拨啊。对啊，也只有你身边那个人啊，身边的哪一些而已。最聪明就是梅艳芳，你知道吗？梅艳芳走的时候留了遗产，留了好几十亿，全部信托，到现在还在信托。真的吗？真的。所以那个梅妈妈啊，一直打官司，要告死去的梅艳芳。打官司到现在还在打，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更动那个信托，因为梅艳芳已经想到多年后很可能不到几年，她如果没有信托，那个几十亿可能就没有了。那可是梅妈妈现在是按月领抚养费，但是她很不爽，她觉得这个信托没错，让她没有办法一次拿，就一直跟那个信托的那个银行或者是那个信托人打官司，说你要全部解信托让我一次拿。对，但是梅艳芳其实透过律师专业人士把那个合约设计得非常好，她妈妈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要这样做了。 哇，所以信托很重要哈。有一次我听说，信托是什么？是棺材里伸出的那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啊？虽然我不在了，但是我还是掌控着一切，你知道吗？你还是信托好了。我觉得信托观念很适合我的个性，是不是？是，对。你记得留一份给我，按月可能可以照顾你，有个薪水给我，要不然就会像你知道吗？我去陈松勇家里，他每次都说，都会跟他外佣讲，就说。我后摆这吼要留给我外用，大家拢安尼讲，伊拢安尼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太危险，也不应该一直讲这样的话。好，我觉得信托观念很好，因为这种话讲久了，对呀，旁边这个人他的想象空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会觉得啊，你黑就是我黑，我黑就是我黑，所以啊，我被卡扎打我黑，跟哎呦，这种就有危险了。这种传统方法到最后就不是你骗我，就是我骗你。对啊，你说都要给我，问题你还有你的法定继承人嘛，对不对？也不是你说你给我，可是你到时候最后失智了，那他我以前讲的话，不，对不对？那旁边这个人很麻烦的，很麻烦。